歐洲思想史，翻譯趙福三，中文大學出版社。第二章，從波外修到艾里金納，六至九世紀。拜占庭帝國在宗教信仰上信奉一聖論，神的代表，即皇帝和他手下的主教們，通過宗教政治典制治理全世界。這種宗教政治典制的象徵就是教堂在八角形建築之上有一個圓形拱頂，八這個數字是用以表明宇宙的完美。它最初源自洛斯替教派，圓形拱頂表明王權籠罩一切，提醒民眾神的旨意就是預定他們做皇帝的子民。民眾是彩色砌劃的原材料，他們被放在什麼地方是神意所決定。聖徒則被認為是天上耶路撒冷城的石塊。帝國的神，即皇帝，在金色拱頂下的中央登基，表示榮耀的基督已被吸到皇帝之中。查斯丁尼堅持不接受任何一種以苦難為內容的神學，在一個集權政體下封閉的世界中興不起有這樣一個裂口。與此相對照的是，東哥特王迪奧多里克修建聖馬丁教堂，從中表現出尋求與羅馬和初期教會的聯合。與此相近的是，麥克西米安的具有西方頭腦的繼承人安傑魯，小心地重建聖阿波里內爾新教堂時，反映了羅馬人的長方形教堂的建築概念的羅馬風格，使它成為政治人民主義的廟堂，歐洲自由民主的第一座廟堂。從五世紀到十五世紀，它成為城邦居民的議事廳，也容易選舉教皇、主教和城市機構，也是政治演說鼓勵的場所。後來的教皇格列戈利七世，十四、十五世紀佛羅倫斯的政治人民主義活動，薩伏那洛拉與馬基維里都在聖馬丁教堂中活動。在里奧一世到格列戈利一世期間，羅馬大教堂是羅馬城政府的庇護所，它是全城的代表，但要得到民眾的一致支持。民眾是包括每一個人的大社團，每一個人的行動都要對全社團負責。全社團則在上帝面前，在光天化日下行事。在大教堂裏，無論選舉教皇或主教，都要得到民眾同意。另一方面，查斯丁的帝國之神則獨斷一切。在拜占庭神學中，根本沒有個人的地位，血肉之軀的世人完全是無足輕重的，只有他們的靈魂飛升到天庭才算數。這是一種神的觀念和人的觀念，連同查斯丁尼想在政治上重新征服背叛了的西歐，都是迪奧多里克手下的大臣所不能接受的。哥特人的榮耀在以政治是受託付去治理。卡西奧多魯雖然知道哥特國王們已不再能維護其政制，卻仍然拒絕以東方的皇帝來替代哥特國王。他因拒絕為查斯丁尼效勞而退隱到自己建立的修道院中去。由於哥特人已經無力，而拜占庭皇帝又不願維修羅馬文化傳統，卡西奧多魯希望在修道院中保存羅馬傳統的公民個人的人民主義文化。在修道院裡，修士們每天活動包括祈禱、勞動
讀聖經和其他世俗書籍。卡西奧多魯的基本哲學思想是，哲學是對死亡的思考。人的靈魂是有理性的、不朽的，他以肉體為居所，要警醒思念永恆的、理性的事情。這是歐洲二元論的開始。維護者一種個人勞動、崇尚個人理性的世界，以對抗東方集權主義，也成為那西亞的本尼迪克所致力的任務。羅馬的貴族元老把子弟送到本尼迪克創辦的修道院來就學。照撒比尼教皇通語中所述，七世紀時，在本尼迪克派修道院就學的有4萬人。在修道院裡，每天敲鐘七次，人們根據修道院的鐘聲來計時，以修道院的土地邊界作為鎮的面積。修道院的管理機構就決定了本地的各種事務。修道院的勞動分工制度為每人分派了此後的工作。在這些修道院裡，修道士成為最早的歐洲人。本尼迪會修會規章是西歐的第一部憲章。規章開始就反對東方修道士那種標榜屬靈、到處巡遊說漢的做法，到處巡遊說預言的做法。本尼迪克是在拜占庭政治權勢的包圍和一大批東方修道僧到處巡遊中建立自己的修道院。西歐是在這樣與東方的直接對抗中發展起自我意識的。本尼迪克的修道院就是羅馬收縮後退的形式，又是羅馬再生淨化的表現，重新回到勞動、精潔、祈禱和聽命。修道院每天從早到晚十分有秩序的活動，對歐洲精神文化的影響超過了其後寫的幾千種書，也超過了中世紀早期本尼迪克修道院內的文化活動的作用。這方面的作用有時被誇大了。這種有規律的、守紀律的活動，促進人對地上的一切採取理性主義的態度。它使人務實，拒絕靈性狂熱，也不是為勞動而勞動。做工是一種手段而不是目的，這是它與近代加爾文教派開設的濟貧工廠不同之處。我們可以把自己的生活拿來分析對比一下，每天8到16小時黑板的勞動，其餘時間就毫無組織地用於吃喝玩樂。與歐洲古代尼迪克推廣的生活方式比較，就正如巴斯確的名言所說，人的一切毛病就開始於他自己的房間裡不能安靜下來。而本尼迪克修道士們靠著作息時間的規律化和環境的單純化，就得以使心靈和肉體都安靜下來，使他有精力工作，也有精力享受閒暇。本尼迪克制定的規章是對古典城邦文明的有創造性的篩選。他以古代羅馬作為基本模型，在古羅馬，籠罩在家庭農業社會上面是無所不在的父系權威，因此無論在家庭或社會，父權是大法。在修道院裡，院長管理修道院，正如羅馬貴族元老執政長官管理古代成都一樣。在重要事務上，院長要聽取每個修士，包括最年輕修士的意見。在次等重要的問題上，院長要徵求長老意見，但決定在於院長，責任也在院長身上。如果院長獨斷專行，充耳不聽修士們的不滿，照歐洲古傳統下屬有權抵制，如中世紀中期一些修道院院士起來奪取修道院的管理權。
格列戈里一世目睹他的國人長期遭受外族入侵，在壓迫、饑荒、瘟疫、異端思想的混亂中，社會走向崩潰。他說，全歐洲都被蠻族統治着，城市遭到破壞，要被夷為平地，外省人口銳減，田地無人耕種，偶像迷信流行，正直信徒被殺，而殺人者卻取得了權力，甚至神職人員本應坐在灰土中悔罪，卻也學異教徒的禮俗語言講話，追求虛浮的榮譽。一直到14世紀，意大利人民主義者曼仿效大格哥里在公元593至594年所寫的對話錄中的筆法，來描繪所見的社會民眾。在格列哥里的對話錄中，一再說到的是，日耳曼入侵者是蠻族、異教徒、異端分子，他們是純正羅馬信仰、純正拉丁語言、道德文化的仇敵。羅馬意大利民眾、羅馬教會在民族大遷徙的幾個世紀中所遭受的苦難，最後被歸結為一個宗教、政治公式、一個單一的世界觀。自此以後，迪奧多里克皇帝，他本是異端分子、修道士、信徒人民主義等政治家，有責任從哥特曼族和外國佔領的恥辱，從眼前的暫時苦難，從壞皇帝統治下解放意大利，並引領他重返古代的純潔。格列戈里曾向拜占庭尋求援助，公元579至586年，他作為教皇皮拉九二世的使節，住在君士坦丁堡，他希望拜占庭皇帝成為自由人之主，拜占庭帝國成為每個人的自由保障。但拜占庭皇帝並不能保障意大利的自由。格列戈里在失望之中，經過一段內心默想後返回西方。他並不曾與拜占庭斷絕關係，但把希望轉到意大利自身。他寫了《那西亞的本尼迪克生平》，輯入《對話錄》第二卷。若不是格列戈里這樣做，後人對本尼迪克生平將失去一份重要文獻資料。格列戈里之所以寫本尼迪克生平，為了希望意大利靠自己的力量拯救自己。格列戈里一世用羅馬教會的富庶的土地收入，組織社會福利設施，賑濟苦難中的民眾。在此之前，他亦捐獻了自己的財產，並把他在羅馬的皇宮改作修道院。察知道僅是這樣做是不夠的，從財源來看，要想使人民能夠生活下去並維持心靈健康，要使羅馬教會保持純正信仰和神聖傳統，就需要蠻族建立聯盟，就需要與蠻族建立聯盟。因此他致力於向信奉阿里安異端的倫巴人傳教，使他們改奉正宗基督教信仰，並派傳教士到英格蘭和日耳曼的薩克遜去。公元597年，英格蘭國王艾塞爾伯特率領民眾歸依基督教，在坎特布雷舉行的聖誕節儀式上，英格蘭人離棄了過去出於政治宗教而敬拜的神祇，轉而以基督為君王，並尊崇羅馬的宗教權威。格列戈里採取的這些行動使西方的力量又上升了。英格蘭改信基督教，導致艾格魯愛爾蘭傳教士到中歐傳教，教皇與法蘭克人結盟。最後公元800年，法蘭克帝國查理曼大帝在羅馬由教皇加冕。此後若干世紀中，
教會為這種新的政策要尋找歷史根據。公元八九世紀間，在羅馬教廷的拉特蘭學院中發展出著名的君士坦丁贈禮的說法，使教會的上述新方針合法化，並與羅馬傳統相一致。歷史研究使現象的人們知道，五世紀以後，古代的文化、法律、學術在意大利還得以保存下來，傳授書寫的學校還繼續維持著。著述聖徒傳和譜寫撰詩也可追溯到古代傳統。八九世紀，米蘭教主還特別鼓勵各種著述。在這段歷史時期內，羅馬成為古典文化傳統的保存中心。羅馬教會在教皇的拉特蘭宮開設的學校，自七世紀起十分興旺，到九世紀時成為加洛林王朝發展音樂文化的基礎。這些學校在保持古代傳統文化的同時，還進而把它們轉化為神聖的救贖的公式。這些公式是按羅馬教會的原則來表述的。新事物往往沒有真正的價值，救恩不可能來自萬族。每個革新者就是一個異端分子、叛逆分子、野蠻人。就在16世紀馬丁路德的時代，羅馬對這個德國異端分子的反應一模一樣。七八九世紀時，貴族、經院學者、神學家怎樣反對變革，他們在16世紀的繼承人也同樣反對變革。早期羅馬的學校把希望完全寄存於重新發現古代、更新學術、恢復古羅馬的純樸習俗、語言、法律以至全部秩序。總之，羅馬運行的圓軌就是救恩的全部領域。這種類型的古典思想，其中沒有發展的觀念，它看不到羅馬教皇與西方蠻族幾個世紀的結盟所帶來的變化。古羅馬在蠻族入侵下滅亡，西羅馬在蠻族入侵下滅亡，造成與東羅馬帝國在政治關係上破裂，此後雙方的處境就全然不同了。而後來的羅馬教會卻不會運用歷史的眼光去看問題，所有這些特點就構成羅馬教會的主要經絡。羅馬教會死板地堅持保守的古典傳統，至少有一部分原因在於此。中世紀前期，這種由教皇發動的羅馬教會向後看的改革產生了另一種同樣重要的後果，它既使羅馬主教和他的信徒在信仰上結成歷史性的聯盟，又使教會人民主義和修道院內的改革運動聯結起來。這些不同的力量得以聯合，完全是由於中世紀前期的歷史條件所造成。正是由於這些情況，才使經院哲學作為羅馬式市民的人民主義集權思想體系得以興起，並在思想界佔優勢。也是這些情況構成後來14到18世紀西方人民主義的洪流與羅馬教會聯盟的基礎。雙方又都同樣堅決地拒絕接受西方、接受東方或德國的宗教改革。真正的法律、秩序、文化、人性和救恩只能求之於聖城羅馬。四至五世紀修建的羅馬式、君士坦丁式的長方形教堂，正是通過建築和彩石砌畫表達天上的耶路撒冷與地下永久的羅馬城之間的一體化。在羅馬城牆之內的羅馬世界之中，羅馬主教以全城之主、國王、救主基督、代牧和上帝代表的身份實行統治。直到中世紀前期，羅馬教廷還以鼓勵藝術、維修羅馬城
保護教會的藝術珍藏和聖徒遺物作為他的一項重要職責。維修羅馬城就是文化復興，只要翻閱一下教皇通函就可以知道，教皇們是把重建羅馬城作為更新世界的工程來看待的。教皇利奧一世公元440至461年在位，就是以羅馬城遭到汪達爾人洗劫之後進行重修而名垂後世的。每一個教皇的政績中都要包括增添了什麼新的教會珍藏、聖物、維修聖徒墓、重建古代教堂和重複羅馬城等項。歷代教皇的精神振興運動都以教會與羅馬貴族世家的聯盟作為前提，這個傳統可以追溯到公元一世紀。聖彼得大教堂中的主教座椅是羅馬帝國時代一位羅馬元老出門時所坐的轎椅。一世紀末期，羅馬元老哥里流普登斯的府邸曾經保護了許多初期基督徒，正如同16世紀以後不從國教的基督徒常常在一些貴族的官邸城堡中得到庇護一樣。聖彼得大教堂的主教座椅或許就是哥里流普登斯的，亦未可知。基督教會與羅馬貴族的聯盟有許多事實足以證明，羅馬的許多大教堂都是在貴族家業的地界之內修建的，而且看來最初是貴族產業的一部分。此外，還有一尊著名的彼得雕像，就是把它塑成一個羅馬元老。從墓葬的安排也看出這一點。遲至公元390年，當時基督教已成為羅馬帝國國教，在聖彼得大教堂周圍地段中還有異教的祭壇和異教徒的墳墓。聖彼得教堂從4世紀直到公元846年被毀於阿里伯人，這段時期可以說是他的黃金時代。他在此期間的歷史充分反映了教會與貴族之間的密切關係。僅以教堂內部裝飾來說，就是超出現代人所想像的，布滿金銀鑽石，在一百盞大燈的光輝中，絲織的帷幕閃爍發光，使萬族看得發呆。他作為基督，然後是彼得，然後君士坦丁大帝的家宅。教堂後部半圓形後殿的彩石砌畫就表達了這一點，正說明羅馬教會的新世界觀。在君士坦丁的小教堂的砌石畫周圍，教會向信徒宣告他是公義之堂、公義之座、信心之家、品德之宮，是虔誠與萬有的集成。教會既是神聖的宇宙與地上典祭的座位，又是保持信仰和救恩的殿堂、羅馬品德的宮室。教會是一切。如果一個虔誠的信徒，他就會在這裡領悟到教會的真體。從四世紀以後，歷屆教皇不斷維修這座教堂，甚至蠻族入侵的可怕年代中，對這座教堂也不能不尊敬。無論東哥特國王、法蘭克人、艾格魯薩克遜人都被吸引到羅馬來。當公元846年阿拉伯人威脅到羅馬時，倫巴人、法蘭克人、艾格魯薩克遜人都湧入羅馬來保衛聖彼得教堂。羅馬貴族更是和教皇同心維護這座有象徵意義的教堂。